号，白人基金暨安储中学举行青青相识分享会，请到香港飞镖联合总会大使梁宇欣小姐为活动的分享嘉宾，同中学生分享自己人生故事。机会的门打开，你就要凭信心行入去噶啦。当我凭信心行入去的时候，有更多的事情发生，然后一路在很多的挫折、很多赢赢输输中间继续去坚持，直到有一天，咦，代表着香港赢埋嗰个世界杯的冠军。其实我觉得很 amazing 的一个过程，就是我想告诉你，我跟你们一样，我不是特别好出众或者好出色，其实我都是经历很多起跌，我都是很低层，我都是在零开始出发。但我想告诉你，只要你有信心、有梦想、有胆量，一切都可以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。如明天不记住昨天，以往的以后谁在意，如曾有